那如前面所说的呢，我们这个呃、uh, recursion 可能会遇到效率的问题。那换句话说，重点就是在 recursive c a l e 到底干了几次。好，那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。今天啊，哦，又、就是到了大家老朋友啊、哦，这个 Hanoi Towers。那 Hanoi Towers 一般学城市设计的人通常都已经学过了。那我们拿它来 illustrate 这个 idea、哦。好，那是旧瓶装新酒。嗯，这个唉反正我们这个也不会什么专长嘛，就是会这么几招，来吧。 这个东西的是说呢，我有三根柱子，我要从最左边这一根柱子叫做 source 上面把 n 个 disk 一个一个地从 A 移到 B。那么呢，pole C 哦这个柱子啊、哦、就是这个被用来当 transfer 用的。那它唯一的规则就是一个 disk 它一次只能拿一个，而且呢小的 disk 才能放在大的 disk 上面。好、哦，那这个就是这个规则。好，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？哎，也不难。 基本上就是这么说的，就是说啊，我今天我们如果说只有一个 disk 的话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把 A 直接移过来 B，你就需要一个步骤，OK？那如果今天你有多个 disk 的话，那这件事情就有一点麻烦，对吧？那但是我有多个 disk 的话也不难，如果我有好多个，那我就先暂时不要看底下那一个，我去把有 n 减一个 disk 的这个问题来把它解了。 那这 n 减一个 disk 本来是放在这里的，一片、两片、三片，对吧？它们是要移去哪里？显然就是要移到 C 这里来，我才能够把 A 移到 B 来，然后再把这事情给号还回去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今天我要解 n 个 disk 的问题，就是去解 n 减一个 disk 的问题，啊，只是目的地要改一下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解了刚刚那个问题了以后呢，我就去 solve the problem for n 等于一。1, 把 A 那里移到 B，现在就剩下 C 上面的这一些人，再去把那 n 减一片，把它从 C 移回 B。这样子的话，这个任务就迎刃而解喽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得到了我们其实很多人都看过的这个苏洛口。我今天要 solve 哈诺伊 e r 那我要就是要来看看我有几个 disk，source destination 跟 spare。source 是起点，destination 终点，spare 是我们中间当中继站的那个东西。 如果只有一个 disk，直接把它从 source 移到 destination 结束。如果有多个的话，先去把 n 减一片从 source 移到 spare，再去把一片从 source 移到 destination，最后再去把 n 减一片从 spare 移回 destination。好、哦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好，那么有 n 个 disk 的时候，请问我们需要几步？ 好、哦，这个是现在的重点，那我们就来 box trace 一下吧。如果我要这么做，我三个 disk，那么首先我就要去解两个 disk 的问题。好，我这里有，假设画一下好了。我们呢，这里有三个柱子，然后上面有三片 disk，对吧？那我今天的重点就是先把这两片从 A 移到 C，好、哦，就是我们左边画的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呢，你还是不会解，但是没关系啊。 你要把两片从 A 移到 C，那就是把一片从 A 移到 B 嘛，哦，这是我们刚刚的讲法。但这个东西是一个 base case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就直接知道它就是要一步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左边做完了以后呢，接下来这里就是我有一片，我要直接的把它从 A 移到 C，然后再来，我要再有一片，我要把它从 B 移回 C，哦，所以这里就是三个动作。 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现在这个已经解完喽哦，就是说我知道我两片要怎么从 A 移到 C，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第三片把它移到这个地方来哦，把它从 A 移到 B，最后是右手边，右手边就再来三次，我呢要把两片再把它从 C 移回 B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就是诶、欸，又是三个动作这样，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哈，这些框框是有标记的。 我们有几个框框嘞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所以到这个地方为止的是第十个方身口，好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哈，这个让 moves n 是我们的这个 number of moves，然后我们呢，如果 n 是一个的话，表示我只需要移动一片 disk 做一个动作，这样就搞定了。那如果我 n 大于一的话，很明显，照刚刚的分析，就是我必须要去先把 n 减一个 disk。 从 A 移到 C，然后再把一片 disk 从 A 移到 B，再把 n 减一个 disk 从 C 移回 B，这样。所以一个 move s n，就是两个 move s n 减一，1, 再加上 move one，这样子就可以算。那所以，比如说 move s 三，move s 三的话，到底要做几个 move？那这样算一算，哦、喔，二乘以二，哦，二乘以二乘以一加一，啊，这样就是七个。那么今天。 虽然说这个 recurrence relation 让我们知道有办法可以算 moves n，但是呢，我们的这个 c l o s e form for, c l o s e form 的 formula 还是会更令人喜欢的。哦，c l o s e form 的 formula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大家印象中很清楚、很标准的那种公式，东西拿来带进去，啪的一下跑出来。你今天如果 define 说 moves n 是两倍的 moves n 减一。1, 加一哦，那你就说啊，好啊，那五个、四个啊、四个啊、三个啊，这样子用起来就是不太方便嘛。所以一般来说都会想要 define 就或者想要 analyze 一下你的 recursive recurrence 呃、啊、recurrence relation，看看能不能让它变成一个 analytical format，就是直接把 c l o s e form 写出来这样子。我们直接就把 n substitute 进去，然后看看结果是什么。好，那这个问题呢倒是不难。 仔细的稍微观察一下，你就会发现，哎、欸，它是二的 n 次方减一啊！好，啊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有兴趣推一下就好了。我们这个懒得上数学了，好，就这样子吧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这个刚刚不是说木是三吗？好，三是七步嘛。七步的话呢，是二的三次方减一。1, 好，那比如说，如果是八，呃，如果你是四，四的话就会变成是二的四次方减一，1, 就会是十五。那如果你真的想要证明，其实基本上就是数学归纳法。 好，那嗯、呃，有兴趣大家算算看,看，或者是之后也有课，也可能会算到。好，所以呢，当我这个哈农伊塔尔，我的 n 等于一的时候，我要做一个 move，对吧？n 等于二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会把它的这个任务拿来，我就必须要做呃三个 move。那我 n 等于三的时候呢，就会变成是我这里要解三个 move，这里要解三个 move，那这样子合起来当然就是七个 move。好，所以今天基本上呢，就会变成是我们的 moves。 就会变成是我们刚刚说的，就是一个二的 n 次方减一，1, 就是要做这么多次动作。好，那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推导一下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好，那么呢，当我今天是知道 moves n 是二的 n 次方减一的时候，那我们今天如果要 prove 它，就如我刚刚所说的一样哈，就是 mathematical induction 啦，哈，就是数学归纳法。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做证明，我们只看一下这个 exponential 的 power 是怎么样。 我两个 n 的时候要做三步，三个的时候做七步，四个做十五步，对吧、啊？十个的话是一零二三，十一是二零四七，二十的话呢就是十大概是二的二十次方左右这样子。那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如果一步要三秒、七秒、十五秒，哒哒哒哒哒，好，那很快的。当你只有二十片的时候，就会变成需要十二天。好，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基本上。 它是一个 exp time function,、uh, exponential time 的 function 啊，exponential time 的 algorithm 啊，但是你也知道哈诺伊塔尔这个极限就是这样子了，OK，好，所以这个 exponential time 的 algorithm 基本上呢，就是大概是一个所谓的效率不够高的一个象征。